原标题张雪迎新戏上映，获好评。大半个娱乐圈明星为其转发，人缘不输杨紫。12月6日是张雪迎新电影《狗十三》上映的日子，他在微博分享了自己的一些感慨，有说角色的，也有说自己的。张雪迎入行至今也拍摄了不少的作品，尤其是与章子怡的演员的诞生的合作，让这颗新星变得异常闪耀。很多网友说，这大概是年轻演员中为数不多可以算得上演技不错的女演员。而前段时间与杨紫前男友秦俊杰的绯闻，可谓是让张雪迎陷入了困境，很多负面的新闻和报道随之而来，甚至很多文章的标题都是绿茶婊。现在事实的真假我们无从得知，不过让人意外的是，张雪迎在娱乐圈的人缘是真的很不错，不输当红小花旦。杨紫新戏上映，章子怡、何炅、马思纯、景甜、魏大勋、袁姗姗、辛芷蕾、李治廷等大半个娱乐圈的明星都为其转发造势，而曾经的导师章子怡也是很用心的，就是因为偏爱闲暇时，我的脑海总会浮现出这个两眸清炯、笑意盈盈的女孩，她低眸浅笑的样子总会让自己向往青春，错过了她许多年。